你呢？还好，你忙吗？不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诺迪娜贝蒂萨布里，你们可以叫我弟。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。我是诺安萨哈，你能叫我阿姨。我也是大三年级学生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圣米勒，我22岁了，我是2000年出生的。你呢？我来自东加纳，我有2000年有人生，我今年22岁。你叫有什么人？我就跟哥今天正远，爸爸妈妈妹妹三哥哥弟弟和我。你呢？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和我。妈的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很高兴能和你聊天。真的吗？对不起吗？欢迎的。没关系，再见。再见。